罗拉，难道你们家堆着的箱子也是都便宜吗？是啊，突然有一天就不停地在网上购物。刚刚在新奇家也是，他妈妈好像也在购物。啊？难道？说不定是怪物干的。不管怎么看，都便宜 APP 都很奇怪。再这样下去不行，我们要调查清楚。物流中心，箱子都是从这里送出来的，去那里看看吧。哦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快点去看看。如果是怪物干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不管了。